现在正在坐月子，那如果你的宝宝也是服务行业的人，想学送餐员、快递员。瞎摇着呢。这个谁的？这个？哎，我要。全买都全票。给我手机。现在如果你给我报警，真的照下来。哥，哇，哈哈，讲不到啊，还拎不到。哎呀，讲埋话啊，都不干，不干，都不干，打你。呢、这個行李位啊，所以呢包嚟噶嘛，算啦。